大家好，今天呢，我会给大家变个魔术。我这手里呢有三张牌，懂吗？现在，第一张牌呢就是个 Jolly，然后第二张呢还是个 Jolly，然后第三张呢就是个王后。就把两个牌放在上面。好，现在呢，我把王后放在下面。王后在哪呢？下面。不。下面那个 Jolly， 但是呢 Jolly 很特别，因为它也可以是第一张，也可以呢是第二张。好，然后呢，现在那个女王呢，王后也很特别，因为她也可以像 Jolly 一样在上面，然后第二张。然后你会说，那这就是所有的都是女王啊？不，因为最后一张是 Jolly， 第二张也是 Jolly， 然后第三张呢也是 Jolly， 所以呢就会有 Jolly 女王和最后一个呢，Jolly A。